你是好丑吗？长得好丑。什么的好丑？长得好丑。你长得好丑。勾口口，你要口啊！女色彩三原色，超爽！我是小一，我是贝尔，我是雨恩，然后我们欢迎酷炫。耶！我是 Rocky Boys 的酷炫，大家好。耶！太开心了。哎，你其实跟我们今天衣服很配哎，有因为过年要喜气啊。哦，是因为这样吗？对啊，一定要基本。对，我们算是过年已经快要，我们快开工了，对，差不多了。对，大家新年快乐！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过得如何？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你撞到。你还好吗？你干嘛？这很好笑，这样子我杀人。你干嘛？佩佩猪，你被撞到没事吧？佩佩猪。哎，好，那我们今天也要就是跟酷炫一起玩游戏。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干嘛。而且完全不想跟他讲。对，而且我们邀酷炫的时候，什么细节都没跟他讲。现场来，对，现场来，这样比较刺激。吃很可怕的东西。哎呦，你们吃我？不是。什么意思？我准备好了，来。耳机猜三 C， 等一下呢就是会分组竞赛，就是两个两个一组哈。那这样我邀酷炫，就是我跟酷炫一组，还自定可以啊？为什么？不让人家选？对啊，会不让我还想跟酷炫一组啊？我都行，我也想跟酷炫一组。我定的规则。好啊，同一组好不好？不要玩同一组。这个游戏就是一个人就是戴着耳机，然后放音乐，就是吵杂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讲一个题目，戴耳机的人猜。但我们是猜三 C， 但是其实我们有跳脱三 C， 就是生活一点的啦。似乎好像是就是比较关于你的。等一下呢，就直接进入这个游戏啦。好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分好队，我跟酷炫一队。没错。好，然后呢，宇恩跟贝尔一队。那我们一队呢，就是会进行三 round 的游戏，进行潜规则开始。每一 round 都有三分钟，我们第一 round 是猜三 C， 第二 round 就是其他，然后第三 round 很特别，就是我们要出题目给对方的队伍猜。好，那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其实我们耳机里面是真的会放很大声的音乐，不信大家听听看。大家怎么听听看？哦，就是收音，酷炫好娘哦。我完全耳朵还在那边呢，我完全还听得到你们的讲话。太好，已经开始作弊了。有，现在听不到。好，真的哦。我听不到。什么？你说我很帅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啊？什么？我意气风发，我很有才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开始。几个字？五个字。五个字。GoPro。哎，怎么办？两个字。五个字吗 ？Go。口。你要口。啊！口沫横飞。哎，我要换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下一题，八个字。好难，怎么八个字啊？大吉大利，比萨斜塔，前面四个，这边，大吉大利，哪里有？大吉大利，打起来了，大根打起来了，在钱柜，怎么了？大根打起来了，在钱柜，哎，八个字，大根打起来，在钱柜，下一题，哇，好难哦，天啊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三轴，大熊比较懒，大熊比较懒，你开黄腔哦，反过来念，啊。三轴稳定器，打球会。三一分半哦。三轴稳定器。三什么卫生机？三这哪什么电器啊？什么？我要放弃了，我要放弃。电器类超弱。一题最有把握的选题。电器类。一秒。两个字。最后一题。两个抖音，抖音两个字。手机。抖音。抖音。手。啊！不能。好难。很难，太难了啦。谁猜得到？结束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换成宇恩他们那队来挑战了。OK， Go， 开始。如果，如果我等一下猜不到 pass， 我就 pass 哦。好，七个字，超级玛丽欧兄弟，超级。哎，我们刚我超超级玛丽丽，超级玛丽欧。超级玛丽哦，兄弟，对，马里奥兄弟，怎么可能呢？四个字，电竞滑鼠，网路，电竞滑鼠，电竞网路，哎呦，电竞滑鼠，电竞滑鼠，耶！怎么可能呢？五个字，无线充电板，胡胡椒饼线充电
无线充电板。耶！原作弊，还有作弊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麦克风，麦克风。耶！五个字，三字头手机，闪电充手机，三。三镜镜头手机，三镜头手机，两个字 ，iPhone，iPhone， 呀，五个字，浮夸，空气清净机，空气清净机，四个字，高斯模糊，高斯模糊，高斯模糊啦，高斯模糊。好，我们刚刚整个完胜哎！耶、yeah! ！我觉得贝尔太浮夸了，他嘴巴的张超大，真的太浮夸。为了赢，我觉得他要冲向我了。你们现在七分，我们零分，对啊，变回合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，这样蛮好的。攻守交换，然后看第二回合，我们谁比较厉害？好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进入 Round Two， 那现在呢，就小一跟酷炫他们已经交换位置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比的是呢，就是其他生活其他相关类的，对。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呱吉，呱吉，吃大便，呱吉吃大便，哎、欸，漂亮啊！第二题哦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自欺欺欺，吃鸡鸡鸡，你要吃鸡鸡啊！自欺欺欺，哇，这嘴型差不多哎，吃鸡鸡鸡，可是鸡鸡啊，不是。鸡鸡是这样，好了，那换一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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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字，十一个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电踏少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电踏少女。好厉害，十一个字，好。女孩的科技日常，女孩的科技什么？大肠啊，不是日常，日常，女孩的科技日常。哎，漂亮漂亮，四个字。赖问赖答，太古达人，太古达人，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？踏问踏答，我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踏问踏答，踏问踏答，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好，我是南港展览馆，山羊快，五个字，我再有点难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南港，南港。嘎南嘎嘎南港南南他南杂志南港到了。OK， 那刚刚小一跟酷炫已经比完了，他们队呢获得了四分，现在就换成我跟贝尔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了，来计时三分钟，开始。孙大头正有哎，衬衫大豆浆。孙生大头正在头上，大头上大地上大头正，孙生大头正，对，孙生大头正，对对对，有，好好好，官方网站，官方网站，游泳池，游泳鱼，可以停止一下吗？游若乳。优若乳，不管是猜还是讲都很有天分。吃葡萄不吐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八个字，好凶，五个字，化肥会挥发，太难了，化肥护发。护肤美容，护发护肤美容美容没了没了，护发护肤美容美瞳美容美瞳。OK， 那刚刚呢，就是小一队跟圆队，我们已经结束了前面两 round 了。对，我们接下来第三 round 呢，就是我们等等两队会分开到角落，然后去讨论要出什么题目给对方猜。给对方，哎，我觉得你们的天资聪颖，聪颖，我跟你说，你准备个二十题来吧。直落二，哎，我们现在是呢。出题给对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呢再来就是猜这个题目。OK， Go。对，吃完东山鸭头再鸭头，直接攻击他，把攻击他的话去。酷炫，好像刘以豪，44只石狮子，因为嘴型看起来都一样。他们两个是。
小一就知道啊。小一记不起来，你现在记得穿的两条是叫什么吗？哦，不是电哦，夜配魂。要什么鞋啊？忘记了，随便了。嗯，我们对他们很友善。我超友善的啦！真假的？友善的。完蛋！对，听说刚刚我们的辣导过来说，哎，我们的题目好像太友善了。好的，我们都分开就是出好题目了。你们有？你们出几题？七没有很多哎、欸，七题吗？七题，我们出八题。好，我们直接就有好好好好。好，那就开始，计时三分钟，开始。六个字。装酷炫。穿鱼。装酷炫。装酷炫。小苦灵。小苦灵。哎呦，对，答对了。答对了。我竟然答对了。真的很友善。Wacky Boys。Wacky Boys。压在地上打。超像智障。擦加是沙大，下一个太难了。下一个电话邀约，我爱。怎么了？我真的看你说我爱。电话邀约业配魂，电踏少女业配很多。下一个 Wacky Boys 的 Wacky Boys， 压在地上打，压在地上打。大压在地上打，对，没错，阿 K 哥压在地上打。OK， 总之呢，我们刚刚就是已经先进行我们酷炫，然后我们得到两分，我就觉得我们出的题目很难。可以吧？这是什么脸？为什么那么激动？总之呢，我现在就换宇恩跟贝尔来猜喽。好，好，好。Can't be scared。六个字。宇恩四，宇恩四，呆呆兽。呆呆兽，宇恩是呆呆兽，宇恩是呆呆兽。七个字，酷炫，好像刘以豪，你太太，哎，你说不出来吗？刘以豪，酷炫好像刘以豪，酷炫好像刘以豪，也是，五个字，你长得好丑。你好丑，你长得好丑，哇，好疗愈哦，这段。你长得好丑，哇，你好，我就是为了这一段。什么好丑？你是好丑吗？长得好丑。什么的好丑？长得好丑。你长得好丑。要打架吗？要打架吗？我躲在，赶紧给我那个片。你长得好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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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开心哦。目的达成很爽，是吗？你长得好丑，对，十个字，小一，阿杰，哈谁，阿杰，哈欠，傻傻，分不清楚，好，小一，阿杰。阿杰，小一阿杰，分不清楚，傻傻，分不清楚，小一阿杰。分不清，傻傻，小丫姐傻，怎么那么强？你们好厉害哦！刚才经过一番激战，对，而且尤其像贝尔这么激动，我们游戏结束啊！哎、欸，你们怎么可能？我不敢相信，真的是压着我们打，你们很厉害，把你们压一样打，压一样打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想说，你长得好丑是真的吗？然后你长得好丑，他想的，他想要看到疗愈的一个画面。有两个女生在那边，好丑，你长得好丑。对，所以反正就是我们输了。那我们惩罚什么？你们想好了？不然你就来个做鬼脸的五连拍。做鬼脸可以、啊，要够的，够丑、哦，你要够丑怎么办？我们不能拥有包袱。现在呢，观众就是截图的时间啦。有什么好压力大的？来，准备好截图，准备好你们的手指，准备截图。来，我们谁先？第一拍。哎呀，这好像可以。我的鬼脸都很像，哎，怎么都是？所以我就整这样。第二拍，小一再狰狞一点，斗鸡眼。哦，装可爱。推用力一点，你的鼻子推用力一点。好看。第三拍，装可爱。第三拍。小一很有诚意。好，好吗？可以。是我吗？你过得好吗？妈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干嘛。我在揣摩眼头拉很近。可以。小一真可以。好，第五拍。天哪！好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酷炫。
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好玩吗？很好玩，很好玩，今天很开心。下次来，我那个戴耳机，我会出更难的题目。没问题，我们就期待第二集，怎么样？你赶快去抽纸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要给我们一个 like， 还要订阅电塔少女以及 Wiki Boys 的频道。没错耶！还要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哦。那我们 OK， 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拜，分享哦。Yo， 记得分享。